在杭州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观赏两项亚运赛事，为港队打气。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，吃过杭州早餐，对定胜糕印象最深刻。相传南宋名将岳飞出征，杭州百姓将定胜糕送给岳飞，盼望他胜利归来。李家超说亦都想凭高技艺，祝愿港队在比赛入面尽显实力，又说无论结果是怎样都为他们骄傲。他朝早看何思培出战的50米蛙泳赛事，下午就为参与太极剑赛事的莫婉莹打气。